家好啊！我而家就喺小北路同东风路嘅交界呢个十字路口。这个对面这栋是时代中国个地产公司来的。这边对面这个是宜德中心。我们这边这个方向是向西的，东风西那边。这个角有间希尔顿日林，好，咁呢边就系小北路啊。对面呢个就系后边就系正规医院啊，喺度遮住咗。啊，睇唔睇到呢个有个写住沧边路站一号工作井。又見到隻橙光添，咁咧呢個就係13號地鐵線二期嘅，咁佢由石井嗰邊、鳳岡嗰邊一路經西牆、羅沖圍西牆，跟住行東風路就經過呢個滄邊路，跟住一路沿住東風路就去到馬場，總站就係魚珠嘅。大概是2023年开通。呢栋好似双塔咁嘅，又叫越秀城市中心。呢边啊，呢边呢个系南。我唔記得佢呢邊呢個塔係有個廣州嘅呢個係公證中心，係好多人辦公證啊，都會嚟呢度。之前有个网友叫我哋，如果行过嚟行开小北，就帮佢去丹桂小区入边行下。好啦，咁啊就帮佢入去条啲街度行下。喺度有一間錦泉眼鏡嘅分店，佢喺廣州都好多間嘅，唔知我諗十幾廿間都有。呢個冇開。个肉菜市场，我呢边系法政路。我哋入去个市场睇下，喺下边系卖水果。有啲燒臘嘅，賣餅，我賣米嘅。
同珠江市場咁都係有扶手 lift 嘅。誒，廣州啲市場唔係個個都有嘅，都係好多係得一層。講呢檔真係潮州人唔開嘅，多嘢飲水飲多，唔能夠一次飲太多，飲差唔多就好啦。個幼兒園
新豐市場就係咁啊。呢個就是丹桂里社區，去呢個一個簡介啫。原來在市場望下來，這個幼兒園叫燕寶幼兒園，过嚟先，好嘛？好，唔该。好。小北幼儿园。丹桂里七號，睇下樓上面呢個角仔啲木，仲係用木板。
後面就是高樓。就仲係啲青磚。呢、这個以前就係叫丹桂里小學，唔知啲可能幾年前拼咗入小北路小學。装紧电梯，呢啲系装好嘅。又有间燕宝幼儿园。哦，呢度转入嚟红桂坊。哇！呢、這個好香嗰啲種味。
一百多瓶。呢度已经系天平横街。巨你哦，呢度已經出翻去東風中路。
即善方。用咗三手嚟，我覺得我叫你冇再開車喎，真頭呢條是九宮方，石盤，石盤兩桶啊，呢個都係石盤啊，咁唔好寫明話咩嘢。我呢度又出翻東風鐘咯，呢棟已經係廣東大廈啦。